反对的时候，这个庆典的部分，咱甲有合作，咱有提供任何意见啦。哦，这个部分的时候，甲大家做一个说明。啊，过来，咱就安尼讲啦吼，因为较简单处理的就是，哦，而且你，这吼这以上是咱这个李干事的部分啦，哦，李干事的部分。啊，过来的时就是，这个干事的部分，哦，咱的上干事的时是咱的大金条先生。啊，迄、那个，咱的干事吼，就是李明德，哦，李明德加合并啦。来，咱就安尼讲啦吼，对着吼，咱也是，这下人，因为咱的组织章程内底是吼，是得以连任一次啦，得以连任一次。啊，国民的时吼，因为咱他都话同会，咱文化协会的目的其实它很单纯。啊，你来就是讲，第一届这个干事的时。无聊，人感觉就袂歹，啊，咱嘛，咱就无得法达到。我是建议啦，哦，我建议啦，啊，当然，咱会当听咱所有吼，所有会员的意见。我建议是不是就叫这人连任？连任意思就是受任，嘿，啊，你当然来讲先吼，你也是，来，咱安尼讲较紧啦吼，为着要节省节省咱的时间的时阵，你讲。有意思想要做理事长的人，而且开始，无吼，啊，若是讲要叫咱这个吼，第一届人类吼，第一届的一个李监事的所有的人来连任的话，啊，我们的话掌声通过。好，啊，最后，哦，谢谢，啊，那其实吼，我们的文化协会。今天开的会，哎，那个老丁，报告几辆那个小车，42元，哦，是12万，1942。这我甲讲的报告就是因为哦，咱之前有去办一个花香，啊，咱有去甲民意代表争取一份，这就是咱主要目的。哦，啊，虽然讲存无济啦，存无济，咱都这种物件是劳动力少，劳动力少，是啊，都讲其他的先吼。咱不管啥物人叫秘书长的时，咱会当对着这个感恩吼，那个知念如数。咱要办的活动，会当来坐坐少少吼，来奉献，我是来做一个配合啊，这部分。所以讲财产拢是公平，拢是咱讲的吼，公平公正的啦吼，啊公开原则。所以讲我那个，我做秘书长，离迄个怎样算还好吼，拢已经在搞收回去，收回钱的时吼，就是搞回去啊尔，甲秘书长我嘛全无关系。好，这个尽量好的啊，来公会做点顺利。好，我今天这个贵议员嘛，来关心你哈。哎呦，我先搞完一个。对吧？当然，余额吼，一万七千几来这个钱吼，伊原来补助有掉啦，对不对？原来补助有掉，啊，所以讲今日的钱吼，既然哦，咱这种看法来个吃吼，啊，咱就代表我们现场。那无意见，哦，咱就是安尼啊吼。哦，第一届厝的原本是嘛吼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外部伤过复杂，所以讲已经鼓掌通过的是原本的嘛，是的。哦，以上，好的，谢谢。